行政院国科会与法国自然科学院28号在驻法代表处举行台法科技奖颁奖典礼。典礼活动由国科会副主委贺成红、驻法代表吕庆龙和法国自然科学院院长达给共同主持。本届台法科技奖获奖人为中研院统计所研究员黄显贵，以及巴黎第13大学教授及研究员。非常高兴，也非常荣幸得到这个奖。那所有的得奖呢，所伴随而来的都是很更大的责任，所以心情上基本上是诚惶诚恐。三位得奖人多年来致力于演算法与相关模型的随机与渐进分析。他们在上台领奖后，不同于以往得奖人的致辞念讲稿，他们特别制作幻灯片，温馨介绍他们共同合作研究的伙伴以及支持的家人。不过当然是非常的高兴，同时呢，要感谢的人太多，就我刚刚说的，要感谢的人太多啊，谢天，谢谢家人，谢谢所有支持我的人。法国自然科学院院长达给表示，台法科技奖先后颁奖给20多位台法研究员，见证法国是台湾的第二大科技合作伙伴。贺成红则强调，台法共享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科学梦。